为什么把一只空碗盖在毛巾上，用毛巾包起来之后抓一把空气，就可以变成满满的一碗水？其实准备一张这种透明的塑料桌垫，剪成碗口的大小，把水藏在碗里面，你也可以做到这个魔术。为什么一组乱七八糟的骰子轻轻摇晃一下，它就可以变成全部都是一个点？其实骰子是碰到盖子上的边角翻过来了而已。为什么这根筷子可以在瓶子里面不停地跳动，而且周围也没有绳子？其实绳子是有的，只是藏在了你看不见的角度，底下还藏了一个电动的机器。为什么这副全部一样的纸牌，把它收起来之后就会变成全部都不一样了？其实这个纸牌有一半是红桃七，除了红桃七之外的杂乱牌都被剪短了一点点而已。为什么这颗骰子掷到什么点，陀螺就会停在哪个点上？其实这是一个预言魔术，在陀螺里面加了一个重力块，可以设定停在哪个方向上。这几个小魔术你都看懂了吗？